道歌唱俱佳的女主播小苏菲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小苏菲在熊猫 TV 的时候，就凭借高颜值和较好的歌喉被广大粉丝喜爱，也曾经熊猫人气最高的女主播之一。今年在她跳槽去了斗鱼之后，只要她有新的 MV 或者晒出一些日常照片，也会引起粉丝们的狂欢，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排面的女主播。最近我们的小苏菲小天使新出了一个 MV， 在众多唱歌的女主播里，舍得花钱拍 MV 的也不算多。首先拍 MV 需要花钱，其次要对自己的歌声有自信，否则就等于竹篮打水。以短发新造型亮相的小苏菲，自己拍摄作为 MV 女主角，带来这首翻唱空心 MV， 给人一种空旷神怡的情调，整体艺术气息很强。小苏菲的也是很好的演绎了这首歌歌词对情感纠结的内涵，很多小苏菲的粉丝看了这个 MV 也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。首先从 MV 的质量来说，绝对称得专业，传说是邀请专业拍摄导演进行指导，小苏菲也是为了这个 MV 非常拼，为了调养好自己的喉咙进行了一周的闭关修炼，经过严格的把关，自我提升。